他们首先要学的就是雪橇在前进的时候怎么样上下车，这是帮助狗狗穿越崎岖地带重要的技巧。为了减轻狗狗的负担，我们要下车用跑的，还没下车前不知道要跑多快。不过一定要赶上他们，我最怕的是跳回车上的那一刻，因为我很担心会赶不上。快点快点上来，很好玩而且也很刺激。哇哈！